这只猪啊，每次都是你大哥一直嘴林北，我受不了，我才会开直播呛。你什么咖啊？去年还是电竞不死鸟嘛，今年是通直播主嘛，不要用你不专长的专业来侮辱专业的我。这么多年来，这只猪啊，这么多年来，哦，我都不会去主动去提你。说实在话，哦，每次都是你大哥一直嘴林北，我受不了，我才会开直播呛你。你知道你这个人为什么大家看不起你吗？因为你嘴别人可以，而且是然后人家讲全上我办过嘛，不然你今年办哪里？小巨蛋吗？你今年本来就不如我们那一季。一月份，那是我跟 Toys 的事嘛。Toys 跟我要求200万、150万、150万，我都好吧。然后你就叽叽喳喳，你开直播你说什么？你号召全台湾的人抵制成吉思汗。我跟你也不认识，我也没有得罪你。Toys 得罪你，你去找 Toys。啊，那时候你说什么？你说啊，成吉思汗这不良企业还是什么的，既然签 Toys， 我们要抵制他，让他倒。奇怪，我也没有讲你统神啊，你就不要一直嘴，一直嘴，一直嘴。2019年开始嘛，你就一直嘴，一直嘴嘛。哦，也上那个政论节目，也在嘴林北嘛。什么叫做只有我嘴，别人可以？哦哦，大哥。什么咖啊？我不是你呢，跑去扣扣姐那边，扣扣姐在扣扣姐的节目杀猪公啊，台提公来干嘛干没？统神是解释，苗博雅是，我乖，去年还是电竞不死鸟嘛，今年是通直播主嘛，你叫全上开合约来，你不用等嘛。你又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蹦凡打，蹦凡跟你打了，哦，这个可能票房是不怎么好啊，哦。我跟你打，绝对票房很好，至少管粉会去看。杀猪公给你看啦，啊，在八角笼上面杀猪公给各位看。我要做的事啦，不要用你不专长的专业来侮辱专业的我。